烟台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来，然后非常非常喜欢，这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，又非常浪漫，爱在烟台难以离开。有点发甜，淡淡的甜，很鲜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，发现他们特别重视环保，特别重视健康。在2019年之后，烟台成立了自贸区，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一个新格局。马舍琅烟台的这座小山就叫烟台山，烟台的名字就是由此得来的。那我之前就知道八仙过海跟仙沈通的故事，今天到这边来我觉得感受非常深，八仙一起唱歌跳舞，心情一下子都变得特别欢乐。挺好喝的，因为它酸度和甜度的平衡特别好。过程中就特别的让人觉得专注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随意项目，来烟台尝试着玩一下剪纸艺术。来烟台这几天我是真感受到了爱在烟台难以离开这句话的意义，因为这里的风景美食真的是太好了，所以在这儿玩了两天之后，我发现真的是不想离开这里了。烟台，烟台，烟台，烟台。